你是谁？鸡魔大师，我躲那么久就是要等你出来。洪西官，赶快带吴卓从密道走。你小心啊，走。你这个卖面的呀，你也敢去做背书？少年时有你害得凄惨落魄，害我早死卖命，你可叫官府要了我？我今日就是要来请你问我啦。上次火烧少林，怎么会没有把你给烧死？哦，歹势，迄阵我拄在些三门乱啦，上天赐我无死，就是要来给你整理的啦。看我的棒打！少年时的小高棍。你捌看小狗放尿无？你对猪鞭甲恁爸用的好，换我上你的马鞭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快走。你鬼有下水钱落啊，臭干干啊！你这不是做阿娇的呢？你这是十姊妹呢？这还袂开放的呢？啊，迄个鬼魂我用落啊，有够臭！